的非常精彩的表演。六啊，中国武术果然是博大精深，看了刚刚的表演，我也被深深的震撼了，真是虎虎生威。看完了充满力量的武术表演之后呢，不如我们去欣赏一下柔软流畅的中乐。台词怎样？人家怎样拍啊？大佬，哎，哥哥，你不要写台词啊，怎样拍啊？就中乐。长沙湾天主教英文中学的中乐团已经成立了十多年了，他曾经参与多个大型的表演活动，包括第二、第三届的波士庙会嘉年华演出。Sarah， 考考你啦，你知不知道中乐是由什么乐器组成的呢？这可难不倒我。其实呢，中国的传统乐器呢种类是非常的丰富，那现在为人们所熟知呢就有拉弦乐器，像是二胡啊、板胡之类的。那另外一种广为人家喜爱的乐器呢，就是弹拨乐器，像是古筝啦、琵琶啦，都非常的优雅。你都算有少少常识啦，但系你就答啱咗一半啫喎。其实咧，除咗啱你所提到嘅拉弦同埋弹拨乐器之外咧，仲有另外两类嘅中乐乐器，一类咧就系吹管乐器。吹管樂器就是利用空氣在管體流動而發聲的樂器，就例如笛子和簫等等。而另外一種敲擊樂器就是以敲擊而生的樂器，它們都可以加強樂曲的節奏和豐富它們音色的變化。原來如此。那今天我們在欣賞精彩的節目的同時呢，也可以增加一些平時沒有注意到的小知識，真可謂一舉兩得呀。好啦，我事不宜遲，就睇下佢哋一陣間會點樣為我哋表演呢個演出啦。好啊，好啊。那 now we are having 長沙灣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to perform Chinese music for us, please.